湖中洞天。
此般花鸟鱼情，也不过衬托我身不移不变的背景罢了。Thank you.
以说是络绎不绝呀、啊。有冲着酒来的，更多的还是冲着你来的。这话听着怎么那么奇怪？我还没见过那么成功的酒保体验周活动，这下声音和口碑都有了。总之干得漂亮，伙计。才几天，怎么就变成伙计了啦？我说，要不要留下来接着干？这可不行。虽然无限畅饮的诱惑力很大，但我可是答应过要陪他一直旅行下去的。好吧，那就不勉强了。毕竟查尔斯也跟我说过这一点。总之，有机会的话，常来天使的馈赠坐坐，带上朋友一起。再见了，祝你们一路顺利。
就连巫女姐姐都找不到我。啊，我的尾巴露出来了吗？肯定是太紧张了。忍术终极大失败。你有什么事吗？那个，这村屋好像出了很好吃的新菜，八重堂有很好看的轻小说，秋沙钱塘有很舒服的温泉，还有，今天的天气很……那个，你有什么事吗？真的没什么事啦，我很困，我要睡觉去了，我走了。不要再追我了，抓不到我的。真装软肋，你怎么和巫女姐姐一样难缠？哎，求求你放过我吧。好吧，我告诉你实情，但无论这件事多么让你意外，你都不准去告状了。你知道我是中末藩的忍者，对吧？朱墨帆这只秘密部队会执行一些对大人来说不方便的工作，其中一项就是伏击。你为什么一副完全不害怕的样子？是因为我这个身高说出伏击这个词也没有气势吗？但是总之伏击是很可怕的事，你应该表现得害怕一点。从命令的内容上看的确是如此，可我绝对没有对你下手的意思。太奇怪了，这种命令从来都不会找上我，永远都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。惦记这件事觉都睡不好了，于是我就过来看看你，然后一切平安，可喜可贺。我怕你误会，要是让你知道我是来伏击你的，我很难想象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。结果你听了之后表现得特别淡定，一点都不怕，我也算松了口气。你要找谁？受奉行的人吗？哦，他是上面派来监视我工作的人，只要我不在工作，他就会到处抓我，也可以说是专门打扰我睡觉的人。但如果是他，应该会知道这个伏击命令是怎么回事。我可以带你去见他，但是我会在远处藏起来，要是被他发现我就在附近，肯定逃不掉一顿说教。接下来可能还有惩罚性的强制工作，那我就少了好多睡觉的时间。他很敏锐的，你不可以告诉他你见过我，不可以出卖我。我们约好了。神力大小姐提起过您，感觉颇为相似，看来我没有认错人。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你有所不知，我正在找一位名叫早佑的孩子，他是一位忍者，只要我没有看住他，他就会消失不见，从来都不会好好工作。这里是他平时喜欢睡觉的地方，看来是他早就知道我要来这里，提前跑掉了。你有见过他吗？他穿着一套看起来很像河的衣服，特征很明显。是吗？好吧，那我等会儿再继续去找他。哎，怎么会有这
这种事你是怎么听说的？还是说你是遇到了执行这种任务的忍者？那我觉得你大可放心，一定是你想多了。你协助过射凤行，大家对你都是非常感谢的态度，怎么会有人安排忍者来害你呢？早又，难道你听说的伏击事件和他有关系？唉，这就更不用担心了。对忍者来说，很重要的一条原则就是忠诚，他们是不会擅自行动的。即便是早又这样平时总是偷懒的忍者，看起来不怎么听命令，但也不会违背原则。当然他年纪还小，本来就不会给他安排这样沉重的任务。怎么了？还是很在意吗？这样吧，保险起见，我回一趟射凤行去确认一下这件事好了。虽然我是神社的巫女，但我也同时承担了中末番的工作，这本来也是分内之事。那就交给我吧。不过我的直觉告诉我，最可能的还是早又他做了什么令人误会的事。你确定你真的没有见过他，对吧？嗯。早又，我看到你了，出来吧。想开溜也是没用的，快点过来。早又他居然真的收到了这样的命令，我明明没有交给过他呀。抱歉，我刚刚确实有点轻视这件事了，我会带着命令回射凤行那边好好的确认一下，交给我吧。那应该也没有我的事了吧。早又，在你都被我抓到了还想走吗？跟我回镇守之森，该休息忍术了。优秀的忍者要有规律的作息，现在是睡觉时间了，晚安，再见。你要我动手把你拎过去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会听话的，不要动手。那你能和我一起走吗？不会是什么麻烦事，只是想借用一下你的时间。我带你来找巫女姐姐，算是帮了你的忙，按照道义你应该慷慨一点。真是的，你可不要有什么歪点子哦。在这里吧，我去一趟射凤行确认伏击的事情，这段时间麻烦你盯紧一点早又。早又，你先热热身，平时给我添麻烦就算了，可不要让他为难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嘿嘿，巫女姐姐走了，早又不用工作啦。准确来说是想请你当协助者，结果你说的好直白，巫女姐姐很厉害，她掌握到我的行踪之后，只凭我自己就跑不掉了。但是我知道你很厉害，所以你不会见死不救吧？在你面前正在上演的是特别残忍的强迫工作事件，早又偷懒是正当的，是为了争取充足的睡眠时间和健康的身体发育而进行的抗争。那就要说到睡觉的诸多好处了，可以修养精神，清醒头脑，打发时间，躲开一切烦心事，而且睡着的时候还能长高呢。多多睡觉就能多多长高，其他的忍者一下就能跳上高高的树，一下就能摘到树上的果子，就是因为他们长得高嘛。和我同龄的忍者都已经长得很高大了，可我还是矮矮的。老师说只有小孩才有机会长高，我再不努力就来不及了。有啊，显而易见，你没有见过有谁醒着的时候突然就长高了吧？对哦，仔细一想确实是很浅显的道理。不行，
觉这样下去就要被你说服了。我只是想睡觉而已嘛。嗯，最开始的时候我只是想快快长高，但后来每天都在睡觉，越睡越困，越困越睡。现在就算醒着的时候也是迷迷糊糊的，完全没有想要工作的想法。你帮我出出主意吧，最近虽然越睡越多，但是好像已经没有再长高了。哎，难道有醒着也能长高的办法吗？有道理，很有，和大人没法比，吃一点料理就饱了。比起料理我更喜欢吃水果。我明白了，就是因为有充足的养分供应，人才能长得又高又大。哎，也对啊，那我们赶快去城里吃东西吧，他回来了就走不了了，只能趁现在。这里有很香的味道，很好闻。欢迎光临木能料亭，两位有什么想吃的吗？我想想，市井杂煮，时间紧迫，循序渐进的方法已经来不及了。如果光是吃东西不能长高，长高这件事我的积极性一直很高。说起来我还没有一次性吃掉这么多东西呢。如果我实在吃不下来，可不可以？不行，不能先说丧气话，我一定能吃完。太好了，谢谢你，这样就不用担心会浪费食物。吃掉这些料理会不会一下子就长高呢？有道理。没事，就是有点动不了。没什么，不过，团子在肚子里跳舞，团子好可怕。怎么这样？长高真是太难了。再努努力吧，只有积累了足够的努力，结果才会明显。不过，我可能需要换一个口味。刚刚点的那些东西都会在肚子里跳舞。我记得走慢一点。调整一下策略吧，这应该不能算是狡猾，对吧？不行不行，有些事如果不把自己逼到极限，就是做不到的。吃不下去的话，这样我的身体一定能感受到我想要长高的愿。我也在担心这件事。忍者必须要行动敏捷，我的身体一定会领会我长高。总之。